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的科学顾问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希老师。王老师您好。王老师，您有没有去过古城西安呢？经常去。经常去啊，因为西安的确是特别值得我们多次去探寻的这样一个历史古城啊，因为它特别的有味道，而且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对，不但历史很悠久，而且这个它的饮食文化也很发达。哦，那看来您对它的吃还是很有研究。那您喜欢吃西安的什么小吃呢？西安它有很多传统的就是美食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肉夹馍，像这个西餐臊子面，对，还有羊肉泡馍，还有说起来都要流口水了。其实西安有很多很多的名小吃是特别让我流连忘返，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些，但是最让我爱吃的还是羊肉泡馍。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王老师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因为不经常吃这个羊肉泡馍啊，就是去到西安的时候，偶尔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掰这个馍特别的复杂费劲儿。对，有的时候尤其是特别饿的时候要着急啊，对，很长时间掰不完。是，那究竟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器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历史上的西安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在这里聚集着各种美食，泡馍就是其中的一种。要说吃泡馍最大的奥妙就在于掰馍，每个人可根据自己喜爱的口味摆出大小不一的模块，加上调好的汤汁，香气四溢，食后余味无穷。这位大哥，您平常爱吃羊肉泡馍吗？爱吃，爱吃，爱吃吗？我们这边人都吃这个，都吃这个。对于陕西的羊肉泡馍，大家都是爱不释口，很多食客为了吃上一碗泡馍，得耗上十几二十分钟掰馍。自己慢慢的掰馍当然是好，吃的一个悠闲。可是现在大部分人秉承着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并不愿花上太多的时间就想吃上美味的羊肉泡馍。对于这样的食客，很多泡馍馆都会事先让人工掰好一些馍。好，我问一下咱们那个店老板在吗？哦，他在后厨忙着呢，你有什么事？是这样，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羊泡馍怎么测的，您带我找他一下行吗？行行行，那走吧，来，坐在后厨。谢谢啊。来，在这边，好。老板。你好，您就是咱们老板是吗？怎么称呼您？姓柴。柴是吧？柴老板，是这样，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制作工艺。那行，行，那你看。哎，那个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北馍。掰馍是吧？对对对，在设备的手工。那我觉得这肯定很慢呢，就。啊，这就最原始的。最原始。最原始的。我试一下。那行，你试一下，可以。怎么掰？你看，看一下咱们。好像就是一件一件烤，一件一件烤，用自己一件一件烤，对，一件一件烤，慢一点，哎，对，那太大了，这个太大了。掰馍是有要求的，不能太大，太大了不入味儿，太小了又容易烫熟，一般掰成黄豆粒儿大小是最合适的。那你们像掰这一天能掰个多少碗？估计5-6十碗吧。5-6十碗，就这么掰？手疼吗？有一点。那像你们这一张饼的话，大概要掰这个馍，能出几碗羊肉泡馍？3碗吧。多长时间能掰完这一张饼？大概半个小时吧。一张饼半个小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出4碗。你们一天就按300碗算的话，这得好长时间呢。哦。嗯。对。那这个就是这样撕的，还有咱掐的这个。出来的效果就是吃的时候口感能有区别吗？肯定能嘛，你撕的那个馍就能碎一点，掐的馍就细点。就掐出来的宣一些。然后就撕的这种，就撕稍微。馍能碎一点。师傅，你看一下我掰的这个行不行？可以吗？你点大，往小一点可以。再小一点是吧？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么掰我很累了，这个手就进去这大拇指这儿，指甲盖儿特别疼。掰馍是个技术活，掰惯的还好说，若没掰惯的，一个馍掰出来就已经手指酸痛，人工掰馍既慢又累。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可以替代人工，帮助人工掰馍呢？发明人陆金平，发明项目
白磨鸡。陆金平，陕西蒲城人，也用龟虽寿里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这位63岁的老人最合适不过。为了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常年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膝盖滑膜炎，没办法长时间站立或行走。他经常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给人干些修理的活儿，来支撑这个家。他从小就喜欢捣鼓机械方面的东西，儿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发明家，可是家境不好，未能如愿。但对于自己的发明梦，他从未放弃。十几岁他就给人当学徒，跟着人学习一些机械方面的知识，试着帮人修理机器。就这样一干40多年，他积累了不少机械方面的知识，也发明了一些机器。在当地他是别人眼中的能人，很多有需要的人都让他发明机器。这不，一年前泡馍馆的柴师傅因为人工掰馍实在是太累太慢，就让他想办法给发明一台掰馍的机器。哦，在不在？罗斯，在不在？哦，在。啊，对的，想找你。这来是中央电台王局长，这是来陆师傅。啊，你好，您就是陆师傅是吧？啊，是的。哎，你好，我们是那个中央电台瓦桑林的。是这样，我有听咱们那个柴师傅说，您在机械那块是个能手。之前他让您帮忙给做个掰馍机，我想问一下，那个掰馍机做好了没有？做好了是吧？带我们去看一下行不行？行，看一看啊。谢谢啊。这就是那机器吗？啊，这就是那掰馍机。嗯，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好像。这个机器不复杂。啊。嗯，不复杂。那掰出来的这个馍的效果怎么样？应该和手工差不多。应该做的质量，嗯。哦，那咱们这儿有没有馍？能不能试一下？简单的试一下。行行，酒馍，来酒馍啊。这就是那馍吗？这么大，能切碎吗？它倒是能切成一溜一溜，切把这个切成三溜，条一条的是吧？嗯，啊、行，那继续上去放，切吧，切一个，咱们拿过去试一试。嗯。切饼的话也挺费劲的，一张两张还行，要量多的话也费劲啊。这个馍本身是热的时候切，热的时候切它比较好切一点。嗯，热的时候。啊，这是凉了就硬了，它很难切的。嗯，行，那切完了咱们拿过去试试吧。啊，行，试一下。嗯、拿过来试吧。嗯。来，慢点啊。慢着点啊，陆师傅。嗯。好了，来，打馍。来，我帮你裹着。嗯，那咱们笔都拿过来了，咱插上电试试。这就是电源是吗？插上就能转了。啊，暂时没有接呢。暂时没有接开关。没有开关是吧？啊，那要怎么操作？先往里面推就行吗？啊，对对。是挺快的，看起来。那个柴师傅，您看他这个怎么样？嗯，基本上可以。嗯。基本可以，就是个别还有点粘连。粘连的。个别有点粘，有时候粘的。嗯。大小还均匀的。速度上还是挺快的，我觉得跟那个手比起来还快多了。那个比手可以吗？嗯。那个比手好，这都可以。它这是个什么原理啊，陆师傅？这个。嗯。这个叫牙是吧？嗯。这是干什么用的？用那个打磨的。打磨的嘛。用那个。它的那个缺口嘛，这个下去把那缺口一下抠下来。为什么是这边？我看这个也是一个刀，这是一个轴，为什么是两个？它两个要勾活的。要勾活的。啊，嗯、你看它那个下来以后，它是像那虎牙似的，就给一个空一个，打一个空一个，打一个空一个。嗯啊，第二排再过来以后，就是空刚第一排空下的那个第二排过来，再把第一排那个打掉。啊，它有一个错开的是吧？啊，对，虎牙式就是错开嘛。哦。你看。嗯，刚才也试过了，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不知道要是说，比人工能快多少？您估计的？这个我估计不来，看来这个机器哦，现在就。
还是效果蛮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不会遇到其他估计不来的问题，我说不准。那要不咱试试，咱行吗？找几个人试试看，你估计一下你这个机器能抵多少人啊？那行，那要还我就找十多个人就行了。找十多个人，十多个能行吗？差不多，小机器这么简单，小机器它效率高，它肯定比手工要效率高多。招上十来个人，这几机效率也高，比一下，看效果。找人这个，您来找几个？对，啊，咱乡里乡亲的，咱叫过几个来。那咱走。都说陕西人热情豪爽，办事速度快，这不没几分钟柴师傅就找好了人，抬着机器领着大伙们兴致勃勃的过来了。阿姨们，你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就是掰馍的那个机器啊。对，就是机子。对以前见过这个机器吗？没有是吗？啊，错的，就那你觉得这个机器的话是它掰得快还是咱手工快一些？那在时间中再看，时间中再看是吧？不过我觉得吧，因为咱人工的话多一些，咱们今天不是比赛嘛，准备了十个人呢，他这机器就是一个机器。对，那矿力是这个好，可能是这个好，也不知道。这个阿姨您觉得呢？我觉得人背的好。为什么？为什么人背的大小可以一圆也圆圆的？大小比较匀称。但是速度上我可速度上肯定是机器快。机器快，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这个是称啊，只有真大的气的嘛，对不对啊？机器气的小嘛，它十个人嘛，能比过十个人？不能。这个大叔您觉得呢？我估计它80%的、90%的它不行，机器肯定比人工好，知道吧？还得打个斗啊，不用打，一会儿实验。好，是吗？啊，打斗，比赛看你比赛行不行？不用打，我说不行，我觉得这是绝对可以。不要真的，咱们手跟机子比赛啊，可以比赛一下吧？可以比赛的，搞比赛试试。那这样，我觉得咱们既然是比赛，对吧？肯定得找一个裁判，有裁判说了算。有没有谁愿意当？接着给他打嫂子，孩子，同志，你好，阿姨，您来做，给我们做个裁判，公平公正的，行，好不好？那咱们在开始之前，我先想采访您一下，您觉得他这个机器会赢，还是说咱十个人这个人工会赢？我说，他说他的行，这边说这边的行。现在咱就是比赛一下，比赛一下，比赛一下看结果。比赛前，大伙各就各位，记者和裁判给大家分好馍，规定好时间，10分钟的人工队10个人，机器队一台机器2个人，看谁完成的又快又好。人工队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机器队这边呢？机器队准备好了没有？好了是吧？行，我们裁判开始，好，大家伙准备啊！加油！人工队，阿姨，我问一下，您是支持人工队还是机器队？人工队。为什么？人工人做快。人工快。快，不是那个手工比我们好。您觉得人工队快还是机器队快？还是机器快。机器快，为什么？那机器是机器嘛，自行车怎么原来电摩托快？啊，自行车变摩托快。陆师傅，我看您这边这好像就已经开始了，挺快的样子好像。哎，我以为这是人工队肯定比不上这个。人工队比不上这个。大叔，他们那个机器队那边已经开始了，好像挺快的。我们也开始了。刚一开始就一个盆底了就。你们自己觉得能赢吗？刚比赛，大家都是信心满满，双方各自觉得谁都不是谁的对手。哎，我看您手掰得挺快的，好像平常是不是经常是这个？也不经常，哪有那么好的生活嘛？那您掰这个手累不累？挺肯定挺累的，因为这个面是4年没熟，挺累手的啊。我问一下，你们平常的时候经常吃羊肉泡馍吗？吃啊。那您吃这个馍的话，对这个馍有什么要求没有？有馍，这碗小银。小。都是自己掰。都是自己。自己掰的好吃。自己掰好吃。自己掰的好吃。机器就打碎了。
那你平常掰这个手疼不疼，累不累？肚子饿了就不疼了，瘦就不疼了。啊，肚子饿了就不疼了。掰这个，他怕的慢。啊。不是。陆师傅，我看了一下，掰的这个有大的有小的。最后是剩下一点木头，人手不敢再往前推，再往推什么手指就打掉了。机器虽好，可不安全，磨头打不干净，浪费磨。而人工掰磨虽累手，费时费劲儿，但不会造成磨的浪费。哇！那个裁判，他们人工都已经掰完了。嗯，让机器那个也停下吧。停下，停。机器停下吧。嗯，那个陆师傅，停下吧，停下吧，人工队已经掰完了。这样，咱们把那个大家伙掰的这个都拿过来，咱们人工队的模都放到一起，和这个机器队打出来的比一下，三盘是吗？哦，是三盘。那个裁判，您来看一下，他们人工队和机器队的这个哪个稍微好一些？机器这可以，这均匀。嗯。数量还是可以，就是这个磨头，没打完。这个是吧？对。有的没有。太多。打干净。对。人工队的这个。人工队，数量上还比不上机器，但是人工队的也均匀。均匀。哎，也均匀。那咱们这个的话是人工队赢呢，还是机器队赢？人工队赢了。人工队赢是吧？啊，所以我们看到发明人发明的这个掰磨机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和人工掰磨相比较，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大小比较均匀，而且速度很快，最重要的是非常的卫生。像我们没洗手的话，这个掰起来磨好像不太干净，但是这个掰磨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它这没有磨头，而且呢这个刀工的这个痕迹确实很重，再有就是它没有开关，一开工的话就不能够停了啊。嗯，关于这个开关的问题呢，因为它只要再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这个解决起来会比较方便的。但是关于这个留下磨头的问题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这里拿了一个磨，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吃羊肉泡馍的时候可以掰的磨，然后它在这个磨往前输送的时候呢，它是要靠手去往前推着这个磨去往前这个移动的，然后前面呢通过刀头齿头把这个磨切成这个一块一块的啊。那么当我这个磨切到根部的时候，前面都切掉，切到根部的时候呢，这个手的安全，对，手再往前再往前伸，对，就容易被这个刀具切到。关于这个刀切面的问题呢，平时在掰磨的时候，我们看就是我们用手指盖对掰下一块儿的，它会有很多边缘非常不齐整，不均匀嘛，对，而且表面积很大，对，这个呢就是在后面后续加工的时候，它会把肉汤浇进去，在煮的时候，这味儿就特别的这个浓厚、啊、对，味儿就容易进去的。但是如果要机器的，就是它的齿儿，如果去切这个磨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我们拿一把刀，我们看，我们如果用刀直接切一个口呢，我们看这个刀切的口跟这个手掰的口，这个表面积是不一样的，而且刀可能是这面上会有点味儿啊。而且刀切口在切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边缘被压实，嗯，压实以后呢，就是汤味儿容易渗进去，对，所以呢，就是它就需要在刀具上要做一些文章，使它切出来的这个小块更接近于人手工掰的，就是表面积要大，而且这个要容易入味儿。那王老师，您认为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关于这个刀具的问题，主要是刀具的形状，是吧？嗯、然后减少这个刀切面的这种效果。嗯，没错。那么关于这个磨头留下磨头的问题呢，那它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就是送料面倾斜啊，对，倾斜起来，角度倾斜起来以后呢，这个磨就会有重力作用自己往前走，对，前面的料被切掉以后，它后面自己就凑上去了，太聪明了，这样的话最后的磨头就不会留下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是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比赛的失败是陆师傅意料之外的，本以为自己的机器妥妥的，可没想到一到比赛问题尽显了出来，这让原本信心满满的陆师傅备受打击。妻子是个贤惠的人，只有她知道这么多年来丈夫对发明的坚守是多么的不容易。看到此时失落的丈夫，她也却只能默默地给予安慰。哎，老公，这比我该多想了。洗个脸，洗个澡，早点休息，明天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妻子协助起陆师傅对第一代掰磨机进行了改进，他帮着陆师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在夫妻共同的努力下，很快第二代掰磨机出炉了。机器首先将之前水平的放模板改成了一定倾斜角度的放模板，放上模后，模自流往下，根据电机的大小、皮带轮的匹配以及线速度形成的冲击力进行打磨，既解决了磨头打不干净、人手放磨不安全的问题，同时打出来的磨大小均匀、毛边效果好，更像人工手掰。为了测试改进后的第二代新机器，我们来到了当地最大的一家百年老店，准备在这里展开一场比赛。莫老板，哎，这是中央电视台来的记者。嗯嗯，你好。他就是那个这个羊肉馆的蒙老板。啊，你好，蒙师傅，是这样，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来历啊。嗯，因为陆师傅这块儿他发明一台那个掰磨机，我也有了解，说咱们平常掰磨的时候都是人手工来掰，机器肯定是比人手工要又快又好，所以我们这次呢是想请您帮个忙，找个20来个人左右。咱们试试到底是机器能够快一些，还是20个人能够快一些？请您给招呼20个人，行不行？那机器行吗？肯定能行啊，机器肯定是比人工要又快又好的。啊，那行，那咱试一下。嗯，行，那咱们招呼一下，行吧？好好好。嗯，蒙师傅是个热心肠的人，听我们的记者说完来意，很快便帮我们组织起店里的掰磨能手。一听要与掰磨机比赛，大伙儿一时兴起。大家积极地做着赛前的准备工作。这样，我这边呢是咱们机器队，掰磨机的机器队，然后这边呢是你们人工队，人工队大概是20个人左右，是吧？对。然后咱们呢今天就跟这个机器掰磨机做一个比拼，看咱们是20个人手快，还是他这一台机器快一些。开始之前我先问问咱们大家，对他这台机器有没有什么看法？我看看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会赢。为什么呀？我们都是掰磨能手。我们都是啊，掰磨高手。啊，您掰了多少年了？2年了。2年了。2年多是吧？你怎么看？我们会赢。为什么？我也觉得我们掰得快。我觉得我们会赢，我们是人多。人多力量大嘛，肯定。大家食材火焰高嘛，肯定了，知道吗？陆师傅，您怎么看？他们20个人。他们20个人肯定比不过我。为什么比不过你？啊，人都是个个都是能手呢。那肯定不行，要不咱们马上可以和他们来个比赛嘛。来个比赛。行。咱们比赛之前呢，先给大家伙选一个裁判出来，好不好？孟师傅，您给咱们做一个裁判，好不好？行，好。得公平公正，您来上前跟咱们大家伙。没问题。来上前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评判这个标准是比这个小拇指头再还要小一点，另外呢就是掰的不要太死了，要松一点，这样味道好入进去。咱们是等量的这个饼，看哪一队先完成，完成的又好又快，然后由这个裁判来给咱们宣布比赛开始，然后大家伙就立马开始。没有，我见过。没有。平常吃羊泡馍多吗？多么的。平常吃的那个羊泡馍就是咱们这个。啊。您平常是手撕还是说是让服务员给撕？哎，那它有里头有拌好的，拌好的。服务员给拌好的。哎，那里面就拌好的，羊肉块就拌好的。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机器？没有见过。没见过这个机器是吧？这个还是谁发明的？那你平常吃羊泡馍多吗？可以多。比较多，您平常吃的时候自己手掰着吃？对啊，自己手掰着吃。手掰着吃。啊。那这种机器想出来的你会吃吗？可以，我感觉这个很好。您呢？您看好机器还是看好人工队？看好机器队。为什么呀？你掰的馍也好也快嘛，均匀的。也好也快。啊。那这20个人能比过他们吗？那人工手工活肯定不行。难是吧？啊。小伙子，你经常掰吗？经常掰。经常掰是吧？那你掰一张饼大概速度上
能多长时间完成？半小时。半小时。嗯。手掰的疼吗？刚开始不疼，现在手有点疼了。有点疼是吧？那你们一天的话要掰多少？一天好的话掰四五十斤，不好的话，掰二三十斤吧。你们已经掰了多少了？哎呀，掰了。掰了两个馍了。两张饼啊，两张饼。你们一共大概掰了多少？一共大概有可能二十多张啊，二十多张，二十多张了，速度还是挺快的，看来还是能继续。我们必胜。员工队信心满满，为了赢得比赛，大伙已顾不上手指酸痛，一个劲儿的掰着自己手中的馍。看着员工队的火热劲儿，机器也加快速度，两队实力旗鼓相当。你觉得人工队会赢还是机器会赢？我感觉人工队这次要赢。人工队为什么呀？人多嘛。人多啊，人多。见过这个机器吗？没有。没见过。没见过。那你看这个机器，它也是掰馍，比人是不是手会快啊？比手快是手快，但是它还有缺点，你看。什么缺点？你看，它打的有点。有没掰干净？哎，没掰干净，还需要改良。您觉得他这个机子打出来的怎么样？比人工的快多了，质量也不比人工差。这还有一个优点啊，人工用手这从这个卫生角度来说，不用这个。有人支持人工队，相信人多力量大；有人支持机器队，觉得机器队速度快、质量好、也卫生。双方为各自的队伍加油鼓劲儿。机器队加油！机器队加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这师傅，咱们去看看人工的那个。师傅，你看他人工掰的这个怎么样？太大了。太大了。这个掰了这么长时间，他掰了这点馍，你看机子大的比较多了，机器大的很多了。这馍掰上就看不行，看这太烫了，看不行。哎，这肯定吃不了，这吃不方便，不好吃是吧？看一下咱自己。来，这肯定没问题嘛。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吗？这比手工好多了，你看是不是？哎，比手工的要好是吧？哎，肯定好嘛，速度又快嘛，是不是？从速度到质量，这次机器队都稍有领先，眼看机器队胜利在望，却不料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哎，那个陆师傅怎么不转了？他再看一下。不转了，好像。怎么回事啊？故障了，坏掉了。坏了。有毛病了。行啊，咱们还比着赛呢。行了。你估计是什么问题啊？能不能说咱现场修一修，再把它修好了，马上开始。那个扣的那个牙刺坏掉了，那这个牙坏了。啊，要回去要看呢。哪儿坏了？能看得见吗？能看得见，那个牙齿在那边。这是啊，卡住了吗？那怎么办？那咱今天不比了还是？今天那这个我只有修好的才能比，那这个现在肯定马上不行了。王老师，这次我们看到第二代的这个掰馍机比第一代应该说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因为它的牙齿坏了，而且呢这个馍头依然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这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一代在刀具上做了一些改进，同时呢，它这个刀切面的这个情况减小了，而且这个毛边也比较丰富了。是的。但是呢，它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刀具又出问题了，这个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个事情了。对的。那么，它应该是在这个设备整体的结构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刀具的这种可靠性方面，要继续做一些文章。看来这个发明人还是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的啊。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是如何来解决目前这些难题的呢？我们继续往下了解。陆师傅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失落地回到家中。此时却屋漏偏逢连夜雨，老伴不小心把腿给摔折了，需要他照顾。两个孩子在外上学，打来电话又要生活费，家里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他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肩上。也许他离成功只差一步，可这一步对此时的他来说真的太难。对于掰馍机的改进，他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老再聊，我把哨子看一下。在这不是麻烦的，豆子，咋样嘛？出两枪。
可以了。首先把腿还是那你就帮忙了。我的需要看医生了，啥的给他找找人，找医生。好好好好，到那边坐着，那我们再。上次那几期咋样嘛？回来修改了没有？没有。一句沉重的没有，陆师傅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中。他不知如何开口说他脚下的困境。他知道这几年柴师傅对他搞发明给予了不少的帮助与支持，他打心底里感谢。他很想做台掰模机，能帮助柴师傅解决人工掰模的困难。可是面对现在的状况，他真的是有心无力。我这确实需要，这是我关键的问题，是你现在目前这个家庭状况，你也需要把这个必须搞清楚了，各方面都需要，你要回去上进。我也知道，我有决心说想把那弄好。你这刚才钱里刚才八角实太多呀。哎，放心，放心，俺这是看有啥困难，有啥问题，你就得跟兄弟说，兄弟全面给你做后勤保障，大力支持。哎，再给我办奖金钱，房子再更改了，我支持你。柴师傅和妻子的一番开导和鼓励，使陆师傅重拾信心。他想着，再苦再累，他也得把这掰磨机做成功，既是对柴师傅和妻子这么多年来对他支持鼓励的一个答复，也是自己倾注了大半辈子心血在里的一个交代，更是他作为父亲，作为家里唯一顶梁柱的一个责任。经过反复的修改和琢磨，全新的第三代掰磨机出来了。陆师傅，哎，你好。今天雨这么大，没事，我过来看看你那个新机器改的怎么样了。这个就是这机器吗？就是改的新的。啊，这个是新打出来的模。啊，是刚才的。啊，你试机器试的是吧？那我看一下这个。行。我看，把机器先关了。我看这挺好的呀，好像这个膜大小也挺匀称的，跟以前上两次比起来好多了。今天改了几个关键的地方。首先，机器加上了自动压膜器，它能像人手一样压住膜，彻底解决了膜头打不干净的问题。其次，对于机器齿轮断裂的问题，也重新进行了焊接打磨调整，使齿轮与齿轮之间的距离更精准，打出的膜更均匀，更易入味。再次，机器在速度上也有很大提高，同时它从里到外都选用了不锈钢材质，保证打出来的膜安全卫生。那你这个在家也试了很多次了吧？这是今天刚试的。刚试的。刚试的。那还会不会再出问题啊？应该不会了。陆师傅嘴里说不会，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虽说他这次对机器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可是机器会不会像上次出现他意想不到的新状况，他心里也没底。为了再次检验自己的新机器，他还是应记者要求找来了30个掰磨能手，大伙一起来到当地最大的广场，在这里来场人机大战。咱们今天大家伙也来了这么多人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是干什么都能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这个横幅，掰磨机的一个人机大赛。然后那个陆师傅，您看今天是来了这么多人，咱们也是准备了30个人工和您这一个小机器比，我想先问一下，您这小机器能不能比得过咱30个人工呢？肯定能比过。有信心吗？有。我问一下咱们人工队啊，咱们人工队一共是30个人，他这一台小机器您说能比得过咱30个人手工吗？能比不过。咱们这人工队啊，人工队人多，咱们就选出一个队长来，有谁来当那个队长？人工队啊，您来当队长是吧？那咱们这个30个人的话，您就给咱们组织一下，协调一下，到时候好能胜过咱们这一台小机器，行不行？行。这样您先跟咱们人工队的先讲几句话，给他们鼓鼓士气。人工队的啊，咱们今天要和这个小机器比赛，咱们30个人肯定能够呢胜过这个小机器，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咱们人工队这边30个人，人多力量大。我问一下咱那个陆师傅，您这边是几个人？3个人。3个人。3个。您和
我和蔡师傅和我的队长。我光是领导他们两个，一个骑摩，一个这个开机器，两个人就比他们三十个人。您这三个人能赢得过人家三十个人吗？没问题，你看。那这样，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看咱们这个观众朋友是支持您这个机器，还是支持咱这个人工？观众大家都看见了啊，他这个机器你不要看他小。机可大啊，自个机器咱举一下，手叫我看看。啊，对，还不连不上了这。有没有支持人工那边的？对，感谢大家啊。考虑到咱们今天那个观众朋友也比较多啊，有支持人工的，也有支持机器的。咱们今天是这样，支持人工这边呢，咱们准备了这个小黄旗，由咱们这个队长发给大家，然后这个支持机器呢是准备的小红旗，待会儿也由队长发给大家。这样，那个人工队这边，你可以去拉拉选票，看有哪些观众是支持咱们人工的。咱们人工队有三十个队员和这个小机器进行比赛，欢迎这个各位观众踊跃参加。下面支持人工队的举手。好，谢谢大家支持人工队的，我给大家发小黄旗。在人工队队长的号召下，不少的观众踊跃地参与到人工队队伍中。拿到小黄旗的观众之一，请把小黄旗举起来，挥一挥。支持人工队的人虽说不少，但支持机器队的铁杆粉丝更是多。大伙儿见队长手上红旗不多，全都一涌而上。转眼的功夫，小红旗被一抢而空。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来，看看支持我们这个机器的有多少人？您招呼一下您的观众。兄弟大伙儿的，拿着小红旗的啊，出来了，下去。多聚会，多聚会啊！往这边坐，来，过来，过来，往机器后面走。哎，往机器后面坐了啊，慢点。你看我这人多小，哎呀！咱们既然是比赛哈，就一定有规则和标准。我们今天也特意找了一个裁判，林师傅是吧？这样，咱们这个评判的标准和规则，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行。我下面把这个咱今天人机大赛的比赛这个规则给大家有个标准说一下啊。咱这个比赛呢，就是同等数量的馍，就是这是咱下面称的啊，同等数量的馍，用三十个人工和一台机器来比。比的标准是啥嘞？就是咱背这个今天是比的是羊肉纸馍的那个馍疙瘩啊。羊肉芝麻大家知道背的是越小越好，是不是？所以是咱就背的基本标准就相当于咱背背头壳那么大，这是最合适的。然后背的时候要均匀，看起来比较漂亮，这样的话煮的时候透水性才好，煮好馍才好吃，所以这就是咱的标准。那个陆师傅，咱们这个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观众，而且您这个对手也是三十多个人呢。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心情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不紧张。查师傅您呢？我知道您是一直支持陆师傅的。您觉得这次他会不会说会输给人工呢？不可能，胜券在握。曹师傅，我看您也在这站了好久了，咱们今天这么多人都挺支持这个机器这一边的，您今天还是支持机器还是说支持人工呢？人工啊。为什么？人工力人工力量大，所以我们一次两次比赛他们机器就失败了，我们有信心三十个人必须比过他。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迫不及待的想看比赛，现场人员各就各位，一一分好切好的馍，人机大战一触即发。人工队准备好了没有？机器队准备好了没有？好了。下一个情况口令，咱统一开始啊！我们发明白馍机与人工对比大赛，我宣布开始。我问一下，你是支持哪个队？我支持人工队嘛。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工队人多嘛，那当然人多力量大了。那咱们今天这个比赛，您是支持机器还是人工？机器嘛。为什么呀？机器有机器快。我支持那个人跟队伍。人工的为什么呀？那个机器坏了呢。机器坏了？应该不会吧。阿姨，你经常掰这个膜吗？对。您是掰了多长时间了？掰了五年。五年了啊，那您应该手肯定很快的啊。那你觉得咱们今天三十个人能胜过他那小机器吗？能。好，加油啊。为什么不可能？打机器比人工快得多了呢。机器比人工快得多啊？不可能的啊。您是拿着小黄旗啊？您不是支持人工的吗？怎么现在又支持机器了呢？面对现实嘛。面对现实啊。这个机器掰出来的膜怎么样？比现在这么厚，均匀的很。均匀。嗯。大小一样。大小一样。你觉得他这台小机器能赢过三十个人的手工吗？我看没问题。两队的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伙鼓足了干劲儿，都想赢得比赛，整个赛场一片沸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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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比赛，咱们人工能赢吗？能。我们对我们这个团队还是挺有信心的。比赛难分胜负，两队粉丝们焦急万分，大伙提高嗓门，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机器队加油！机器队加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机器队加油！机器队加油！看到这次机器打磨的效果，大伙都是赞不绝口。原本信心满满的人工队，看着机器打磨的速度和质量，一时间也泄了气。您掰了几年了？我掰了两年了。两年了，掰的手疼吗？平常肯定疼嘛。那现在有这机器了？有机器肯定要用机器嘛。那你觉得咱们这个机器比人工快咯？肯定快嘛。那您现在就没信心了，比赛还没结束呢。那不是结束不结束，我们那个机器肯定要比人掰的要快得多嘛。那你觉得你咱们现在这场比赛，咱们三十个人能胜还是机器能胜？机器。机器啊，这就没信心了。人工队队长，我看咱们这边人工队都没有信心了呀，怎么办？肯定有信心，绝对赢。你光你个人有信心不行，我看队员都没有信心了。大家赢没有？有。加油！人工队虽没了开始的信心，但在队长带领下，大家决定一战到底。对了，好，裁判，我这边完了。好，人工队，机器队就结束了，人工队停止啊。机器这边已经结束了，大家人工队那边把手里的活都停下吧，然后咱们可以到中间过来看看，把咱们人工队做出来的都集中到一块儿，跟机器比比，看看是机器的多还是咱人工的多。咱们比赛的这个战果已经出来了。这样，那个裁判，您先来给看一下，这个是机器打出来的，这个、机器打出来的，这个是这两小盆呢是人工，他们这两个您先给做个对比。行，你看啊，你看这个是机器做的，这边是这是人工做的，看，现在看机器做的啊，大小均匀，看起来很舒服，人工对不对？你看这有大的，大有很小的这个。这样的话，这两个有个区别是个啥？就是将来煮出来的馍，一个口感好，一个口感不好。哪个口感好了？机器打的这个馍，你看比较均匀，还有带点毛刺儿，容易透水，煮起来以后比较均匀。而手工队被这个有大的大，有小的小，这样的话煮起来以后，浸水不均匀，也不容易入味儿，所以吃起来口感不太好。现在从这个质量上看，机器队获胜。然后大家再从数量上看，你看。数量上看，这一大盆远远大过这两小盆。数量上，机器队也是看来也是赢家。你以前见过这个机器吗？
原来没见过像这样的，就是、以前是什么样的？原来见跟那压面机的柿子一样，跟压面机似的。现在这次见的是这个全套全包装，全包装的。那个您见的那种速度快吗？那他速度可能没有这快。看起来我以为实验那个，他拿手塞进去以后，一个一个塞，平塞。它不像这样直接插下去，速度它就是全自动。全自动就高一半子。那您觉得它这个打出来的这个膜怎么样？可以。它这个也不是那气插，不像原来那是气插。原来那是硬插的，硬插。硬插这个的。这个带毛插的。它这是放树骨。它这带毛插的，因为我原来见那个机子的话，它那是四棱。气插就是跟刀切的一样。他这带的毛茶，你看，这毛茶煮出来是它相当好吃。咱们那个曹师傅，从数量和这个质量上显而易见啊，是咱们机器赢了。现在我看是机器赢了。机器赢了。我认输了。你认输了？哦，对。您觉得它这个机器打出来的和咱人手工掰的这个相比怎么样？相比他们那个数量比我们的多，质量比我们的好，他们的味道不一定有我们就是好吃。味道不一定有你的好吃啊，对。那个陆师傅，刚才咱们这个比赛的这个队员说呢，说您这个机器掰出来的不一定比人家手掰的这个味道好，你觉得呢？我这个肯定比手工的味道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大小是一样的。这个那个调味水啊，那同时可以渗透。那个是有的渗透了，有的没渗透。你试吃一下就可以了，知道吧？自己喝。你到食堂一会儿，到那个食堂，叫几个人再试吃一下，把人工掰的和这个机器打的馍，以试验不是都知道吗？实践是人知嘛，对不对？以后陆师傅，咱试吃一下，可不可以？那可以啊，最好。最好。最好。那个。柴师傅，咱们就到您店里，咱拿上这些咱们人工掰的和这个机器掰的，咱去煮一些羊肉泡馍给大家伙尝尝，让大家伙评判一下到底是好吃还是说。对，一吃就比较来了。为了检验机器掰出的馍的口味，大伙抬着机器和人工队打好的馍来到柴师傅店里，分别由厨师做好。那么味道会如何呢？咱们这个桌子上呢，已经摆好了做好的这个两份羊肉泡馍，一个是机器，一个是人工。但其实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工，我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下面是有标签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分看。现在呢，先请大家来先尝这一盘里的。来，一人一份啊，先尝这个盘子里的。陆师傅。您觉得这个是机器的还是人工的？就是这个是机器的。机器的。哦。您猜是机器的是吧？您觉得是机器的、人工的？应该机器的。机器的。嗯。柴师傅，您刚吃了两口，觉得是机器的还是人工的？这个好像还机器吧。机器，我觉得好像机器，可能。这样，咱们大家呢都刚才尝过了，那咱们现在开始品尝第二盘，来。第二盘。您刚才觉得是机器的，是人工的？第一碗的时候，两碗都是机器的。两碗都是机器的。机器的啊，还能有这样的结果吗？都是机器的。您刚才两碗也都吃了，而且又是咱们这一次的裁判。对。您觉得是哪一碗更好吃？哪一碗是机器？哪一碗是人工？刚才因为这个馍啊，一加工出来以后，直观上你看起不是十分明显，但是现在你再一看。有点感觉了，你看，从眼观上看，第一碗显然是机器做的，你看这颗粒比较明显一点，而第二碗呢，你看这个有这个黏糊糊的，还有这个硬疙瘩，吃起来口感也是这样。第一碗你吃起来，比如说火候到不到，那都是统一的感觉，而第二碗呢，不管你火候到或不到，都没有什么感觉，火候过了。就成这个状了，火候不到咋办？那就硬得很啊！所以吃起来口感上，显然的，我认为这第一碗是机器的口感更好一点。咱们大家刚才呢也都已经吃过了，也都尝过了，心里呢也都有一个标准，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工做的啊？但其实结果我是真的不知道。谜底呢让咱们这个裁判给大家揭晓一下，好不好？好。您翻开这个天条下面就是。这个刚才是第一碗。
这个咱看一下。嗯。大家刚才大部分说这是机器的，看是不是机器的啊？我翻了啊。哎，没问题，机器对。机器、啊。看来大家刚才都说对了啊。经过三代改进，陆师傅发明的掰馍机，掰馍速度快，掰出的馍大小均匀，带毛边，容易入味，同时整个机器打出的馍安全卫生。我们看到陆师傅成功的发明了这台掰馍机是相当的不容易的，这台机器呢速度很快，效率也很高，安全也卫生，唯一的不足就是打馍之前呢需要把这个馍片切割成小块，这个是手工切割，所以呢费劲费时，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也自动化的完成的话，那么这台机器将有更大的应用推广价值。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王子希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他操作简单，却能烹饪出美味的食物。他身材小巧，却堪称厨房里的安全卫士。美食竞赛，他能否征服挑剔的食客？爆炸测验，他能否安然无恙？在4000多米的高原上，他能否不负众望？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压力大师。